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《我是收集狂》。大当局直属舰艇的34号、33号、38号、36号、37号在这里吗？再一个，没有。那个舰联组的高中舰联的有在这里吗？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你参加很久了吗？没有，之前都没有。那会紧张吗？还好，蛮喜欢。参加哪个项目呢？古典健美跟传统健美。那健体的部分怎么没有参加呢？因为我没有练他的 pose。大声一点说。就他的 pose 没有练习。怎么会喜欢健身呢？因为是第一次，你目前哪个项目还练得不太好的？练得不太好，是觉得后腿，不好意思，大声一点。后腿跟胸，腿跟胸的部分目前做不起来是吗？对，没有做得很完整就是。你是说古典健美还是健美的部分？都有。明天台健美你有参加吗？台健美就没有，因为我们只报大招。哦，是觉得太累就是。台健美就那个 level 可能就比较高级。健美